你们家是不是也有这种犄角旮旯的地方特别不好利用？我就买了这种夹缝收纳柜，底部带滑轮，移动起来超级方便。最重要的是，它真的是最能装，可以收纳不少东西。最上面一层还可以收纳卷纸和抽纸，上面还可以收纳一些小东西。这样收纳，卫生间整洁又美观。